卫生局结合东石乡举办社区的复合式健康筛检，透过志工妈妈演出的送子鸟舞蹈，选择送子鸟资讯服务网，提供民众对结婚、有生、生囡仔、到头侪等福利的服务，让民众了解家己的福利。啊，所以咱这个3+1吼复合式筛检，拢总做45项的这个。诶，项目检查，咱若白白即落要去大间病院，着排足久诶，啊，着爱搁开5-6千块，啊，咱即卖来检查一下吼，现趁诶。但是上重要是趁咱诶健康是永远诶吼。上重要，咱嘛今仔搁公布一个送子鸟资讯站吼网站，就是咱整合所有单位，咱到后早起啊新妇吼有新。哦，啊，要开始有心了，爱做啥物检查啦，吼，啊是要安怎吼保护家己的身体，当顺利。咱只要用吼，咱这个网站吼，送子鸟网服务网站，咱就会当把嘉义县政府所有的单位吼，替咱服务的项目拢伫内底，吼。啊，你也不要用，阿公阿嬷年纪较侪，就叫咱的少年的吼，甲你用一下吼，伊就随看会出来吼。馆长嘛提醒参与筛检的民众，今年复合式筛检检查。是有增加心电图、体脂肪的项目，另外票面民众走来走去，检查报告嘛用假的方式给民众，一个月后才能收到结果。卫生所也主动来关心民众的健康，希望各位官民都能健康100%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